兄弟们啊，威黑东方斗牛城第一个大特马来了哈，我们来自新木瓦的宜兴一号，我们老木瓦斗牛场两米相位以下级别的冠军啊，已经到现场了。宜兴一号今天出征威黑东方斗牛城，不见不散哈，今天620公斤以下组别的比赛。